你干什么？我手里有刀，我可以保护你。 怎么样，大君？世子的病，只怕是血绝。血绝？血绝的病人，天生阴虚至极，仿佛一生下来，上天就夺走了他全部阳气。一个只凭阴气支撑的人，恕我直言，几乎可以说，他一生下来就是个死者。 你求求我的儿子，你若能治好他的病，只要我秦阳不要我的，任你所取。大君，血诀是血症中的绝症，医书上曾经记载：浮生不过刹那，命归万古清晨。这病无论走遍天下，无人可治，无药可医。陆子瑜。 愧对大君的信任，就此告辞。世子怎么样了？传我的令，谁要能治好阿苏勒，外族人，我赏他黄金百金，封他2000户奴隶。青阳部的人，我许他开辟自己的草场，当一部之主。 真正的刀术老师，我亲眼看见他一刀劈死了一只白狼。那是杀神的刀术，居然用它来斩狼。不过他小小的年纪，竟然用此杀死了一条白狼，这说明他很可能继承我帕苏尔家族的血液。我只要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。 平平安安的长大，我不希望他成为你这样的东西。你不希望没用，因为在他的身上，早已经流淌着我尊贵的青铜之血。那是魔鬼之血，你听着，我绝不会让魔鬼从我的手里把阿苏勒夺走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和命运为敌。看看我，看看你的父亲吧。